谢谢这么多热情支持王宏威的好朋友，谢谢我们伟大的中山区、北松山区所有台北市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明天1月8号，礼拜天，是关键的日子，是关键的时刻。 我们大家支持的王宏威，最有正义感的王宏威，最有战斗力的王宏威，最了解市民需要的王宏威，能不能够当选，就靠您关键的一票。各位好朋友，我对王宏威充满了信心，因为他是最强的。 最棒的、最好的候选人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会成为我们在立法院最棒的、最能代表民意的、最有战力的、最能够接臂心力的立法委员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国民党就是要走对的路，做对的事。 更重要的，我们要提对的人。王宏威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最正确的选择、最强的候选人、最有战力的立法委员。明天是关键的时刻，我充满信心，但是我也非常担心。为什么？大家都知道。 走到我们中山区各个大街小巷，在我们的北松山，每一个人看到王宏威，都说你很棒，都说王宏威是最适当的立法委员。可是太多太多的朋友都告诉我，明天有事情，明天出国了，明天不能够来投票。各位好朋友。 大家都知道，每一次的选举，如果只是赢在家里，输在票轨；如果我们是成功在家里，失望在投票所，就表示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。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遗憾发生。所以朱立伦，每一天。 每一刻都在拜托我们中山区的朋友，拜托我们北松山的朋友，拜托我们各地的朋友，要号召大家，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，好不好？好。只有每一票投下去，只有票票入柜，王宏威才能当选。我们支持的最强的女战神。 最强的战将，最能够代表民意的王宏威，才能够顺利的进到立法院。所以，今天看到那么多的好朋友愿意在寒冷的夜晚出来，拜托大家，绝对不要松懈任何一分一秒。明天早上从8点开始，我们就。 不断的吹票，吹票，吹票，直到下午4点钟，我们一定要把票吹出来。今天，不管是蒋万安，不管是张善政，不管是谢国良市长，不管是我们马英九前总统，或者是郝龙斌前市长，或者是赵少康董事长，我们每一位都站出来。 前两天，包括侯友宜市长，包括卢秀燕市长，包括黄敏惠市长，包括每一位县市长，或者是民意代表，大家都来支持王宏威。国民党除了走对的路，除了提对的人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团结一致，才能够胜选。而团结一致，最重要，最重要，最重要。
就是要靠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、最后一秒钟，把票投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让我们二号王宏威，让我们最棒的王宏威，让我们的妈妈立委王宏威，让我们最杰出的王宏威民意代表能够进到立法院。我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，大家都相信王宏威的优秀，大家都相信王宏威的能力，唯一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票有没有投出来。拜托大家好不好？好。拜托大家好不好？ 好。我们共同帮王宏威加油，我们共同把票吹出来，让全国的民众来看到，让全台北市的朋友看到，我们支持蒋万安，票投给王宏威；我们支持国民党，票投给王宏威；我们爱台湾，爱中华民国，票出来投给王宏威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一起加油，我们把票吹出来，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主席，你全身跑透透，九合一。坚持提名，实实在在，十全十美，是不是赢得非常大的胜选？没错。我们要再拜托主席帮我们喊一下王宏威，让他高票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喊王宏威，大家喊斗算，好不好？好。王宏威斗算，王宏威斗算，王宏威斗算，宏威宏威宏威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